告你接受基督教的信仰，在这信仰上受洗、生活及成长。我们先问你，你是否信靠那位创造世界的圣父上帝？我信靠他。我信靠他。你是否信靠圣子上帝耶稣基督为我们独一的主和救主？我信靠他。我信靠他。你是否信靠赐生命的圣灵上帝？我信靠他。我信靠他。这是教会的信仰，这是我们的信仰，我们信靠独一的上帝，圣父、圣子和圣灵。阿们。OK， 这个时候。